Right.
中国大陆
台湾国务院日前举行记者会，宣布9月1号起正式实施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用于港澳台民众在大陆证明身份。台湾同胞，申领台湾居民居住证，不需要赴台大陆户籍，也不需要放弃台湾户籍。目前，在台湾享有的相关权利义务，也不应该受到影响。 居住证是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工作、生活的身份证，无论你有出入大陆。而台胞证是出入大陆的唯一证件。大陆国台办表示，港澳台居民居住证采用大陆居民身份证制作技术标准，使用18码。 对此，陆委会表示，陆方之前提出的31项对台措施，加上现在推出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都是对台统战措施的一贯做法。而大陆近来加强全民监控技术，居住证对台湾民众来说，来，你就把台湾公民居住证来写上，好，那你身份证来写上，那你办好台湾公民。 居民的身份证，好、哦，那马是法院了，那是什么？那是去控告你国了，什么？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无进步嘛。我说那是第一海关的时间啊，台湾的进步哪有跨出来？依照战争法的规定，这个你那个被占领的地区啊，人民还是自动成立上面民事证。 好，民事证，他们我们动作无国籍，好，来那个好，那个法律是什么？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第一次条例、第二十三条，哎，好，就把它往后改哈，那个是居民的这个改哈。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公报、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宪法、美国军事管政府管辖下台湾民政府参议院。 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哦，这个是咱的什么合法身份证的法律依据，哦，法律依据。所以，当然这个说法靠固定的人口，所以房价咱是合法。哎，你就算你得中华民国的身份，你是合法，哦，你是合法。不过你本土台湾人，你得中华民国的身份，你得变成什么？你得变成不合法的。你美国的法院，咱就用判断什么无国籍。 所以，台湾交我中华民国一管理台湾的这个所在，哎，固定的人口，何呢？因为固定人口，咱们说，你若讲固定人口，像咱是中华民国国籍，安尼搞，干袂变成无国籍？不会哦，你若讲你那边在等于中华民国，啊，那么你那边搞，咱们报告讲啥物？本土台湾人必须要去提中华民国的，咱来申请去控制一下，哎，美国讲我啥物？无国籍，表示讲美国这个法院。 哦，这个主要在你全国一认定啊，你本土台湾人，你去得中华民国国籍，你是无办法的。所以你这个国家的国际法的条件下面，到底在固定人口这个是把差，那么固定的人口，那么中华民国讲啊，台湾无法过台湾的主权的，来按怎么来得到这个台中华民国当时要有台湾的这个土地、这个领土的主权，哦，一定界限的领土。 来，咱来看，咱来先来看这个中华民国伊个宪法吼，伊1936年的宪法草案，哎，咱原来底是讲，我讲不觉得台湾，台湾是伊个领土，哦，伊个中国宪法内底，哎，咱中间增加民主会议会啥物？国民大会，啊，靠降旗到，因为国民大会，把台湾列入伊个领土。 嘛无呢，国民党咱最近为了就是解散，我都解散了。所以这个可能都改变很多观点啊。来，咱再来看，第一，另外咱来看到有啥物？这嘛无台湾，有台湾无台湾嘛？哦，哎，中华民国啊，有光复台湾嘛？哎，我们当年10月20号里面讲啥物？ 台湾光复权，搞台湾光复权。中华民国讲，哎，我有光复台湾啊！哦，那你看，中华民国干什么要光复台湾？那你看，这个台湾这个土地，我们是上面来的。
条含大日本帝国皇帝者的，然后这个国的一挂有什么啦？哦，永远让你日本，我这不也说在五奉天，他都在打台湾跟澎湖让你日本，你那你当归在搞的啥概念？这奉天我会看哪个英豪，用个清朝，因为这奉天哦是当年花园地啊。你这个中国，这个蛮新政府的发源地。那你这看呢？那个对于这个，他刚才看那个歌仔戏有无？歌仔戏银行红的，那下一个诏书，下诏书的封什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奉天的这个奉天啊，这个是这个奉天。你是讲直接讲奉那个天上的那个神明哈，可以这个皇帝这个名位不需要。好，以前啊。这个奉天是野花园地啊，那你当初这个下诏条约哈，哎，有个这个奉天割让，哦，你不可能嘞。你一割让的时候，三个国家哈要来奉你哦，这三个国家就是法国、德国跟苏俄，要奉你讲嘞，这两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你给他们挂了。所以我对这个奉天一割让用赔款的方式。都用哦，这个大清帝国哦，奉天。啊，这个说的是什么？台湾那边哦，这你这是殖民地，殖民地可以割让，所以呢，那真正是靠日本天龙。因为日本天龙，为了当来建设了啊，他们这个真哦，等于从世界来讲，来世界之中，日本整个大东亚哦，是上面人攻击的，唯一是跟他美国啦。美国军事政府攻击的，哦，因为那以那小上面盟军哈，哎，那个上面小苏俄啦，哦，还是上面法国啦、英国啦，这些都底下啦，以欧洲这边的增加有没有问题啊？已经可以来啦，能够处理这个东南亚在，所以整个东南亚东西一分下来，一个国家啊，整个征服，哦，整个征服，哦，整个征服。好、哦，怎么征服？哎，那来看这个岛啊，这个岛是啥物？中华民国讲的台湾光复节。啊，这个照片做得起哦，这个照片因为是当年10月20号的，有那个啊，报章杂志宾馆的，我们经常出来。我刚刚讲啦，你台湾爱记的哦，中华民国光复台湾，我光复台湾。来，那来看，咱说以光复台湾的时间。这种图有对答无问题。你光顾台湾的钱，咱普通在看的钱，咱他妈讲，哎，这个商人这个在怎么搞啊？哎，那好，你俩出来看钱，中东伊呐，中华民国伊呐，光顾台湾的市场嘛，这刚是一个做伟大的工业嘛。还有你用彩色照片嘛？以前还有彩色照片，以前还有黑白的，因为内底有的物件，不会让咱知影。我不会在公屏来这里种上面玄机啊！来，看你种上面玄机哈！来，这等于你看了上面怎么样？进对国的国旗，两块出来，看没出来嘛？哦，因为我背景看没出来啊！好，你是这里上面美国国旗呢？来，我也让我这么科技干发达啊，也那个色彩还还原。用 Photoshop 色彩版本来的话，你俩在水箱框卖出来，这个谜题啊，什么谜啊？美国国旗啊！那现在台湾光复节挂美国国旗，你俩在台湾光复节，你俩不也刚才全国不？它是主要代表全国是吗？光复台湾应该挂这个谜题的对。我以前国旗，美国国旗还挂小宾馆，哎，那挂你上面挂的。那边挂一挂在墙上的台风上面，等这个大东亚战争结束掉的时间，好，大东亚战争结束掉的时候，哎，那么搞我后悔，是1945年4月1号，台湾变成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好，那边这里也有墙内的那个对这个降服书定文化，好，这个降服书定文化，那个话是从光回代表什么？大日本。天皇
本国政府，好、哦，大日本帝国大本，所以与这个大日本天皇哈、哦，国强调一番，整个一些领土的上面，伊说啊，伊说管理，他在管理在领土的在那上，也在一个工业上面，一些政权拢强啊，作为投降，好、哦，一些政权全部都投降，他向谁投降？盟军主要领导者。哦、主要在军火美国总统、哦、向美国总统投降，而且盟军主要领导者是麦道格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哦、来来来来来来美国总统一发布一般命令一号第二届麦克阿瑟啊一执行这一般命令第一号来来来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我用功我借整借时让来台湾我说一概两公你在什么台湾光复了，哎，你咱有一个问题啊、哦，咱来看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的甲一款哈，来咱来看多少秒。第二，在中国满洲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之划独立陆自纳境内的日军高阶司令官及所有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大约在多少？又追划这个。这个法律条文，注意看这个法律条文。你那个教科书领导，那认为中国是战胜国、战败国，啊？你那个教科书领导，中华民国是战胜国、战败国，战胜国嘛？哈、哦，我来看的是战胜国嘛？好、哦，我来看的是战胜国，应该你来看的是，好、哦，我差不多是战胜国。你刚才在看一般命令底下的是啥？中国和台湾南越南这东西属于什么？战败国。中国和满洲，中国满洲台湾这东西属于什么？战败国呢？满洲它也是战败国。好、哦，来来看，现在满洲是战败国。来来看看，这满洲现在是战败国。这满洲是战败国，来来看的这个上面日满华共同宣言。来，日满华共同宣言。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大日本帝国政府、满洲帝国政府，你这个是谁啊？中华民国、日本国及满洲国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所以整个中华民国和大日本帝国和满洲国这是什么？也让恭喜看到没啦？同样一个国家，同样一个国家，这那个教科书那么那么难搞。这是同样一个国家，同样一个国家呢，你这个那他往哪边看啊？等日本帝国投降的时候，咱们日本天皇投降的时候嘛，你连中华民国和满洲国这东西嘛，都作为投降。哦，都作为投降，所以你这一般命令到第一号、九号都这边，中国、满洲、台湾这边都投降。来来来，看这个中国，以这个中版的中版的江苏的广东啊，都清楚了。来来来，看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以下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在中华民国吧。好，台湾、越南向蒋委员长投降。所以中文版的小红书也讲到了，在上面中华民国已满上面战败国呢。中华民国它是战败国，但你看你家里现在你干嘛搞不清楚现在？哎，中华民国你蒋介石，他现在以战败国，那个就变成讲蒋介石可以，哦可以降这个战败国，哦那你干嘛搞不清楚？哦那你当对这个上面，对中国在1920年还是嘛到1945年之间哦，那个在讲整个中国它大部分分为四个。哦，四个民政府啦，哦，等于说整个中国它有四个民政府，第一个民政府是满洲国，这个满洲国哦，这个满洲国，这个满洲国国会它有四间已经成立一个国家，这个政府它有四间成立的国家，这个满洲国已经得到世界承认，哦，得到世界承认，那你发觉嘞，这样的中华民国是上面啦，汪精卫的中华民国。
关系会是那是真正的中华民国，以及他们日本签署这个日本话共同宣言，这个虽然世界各国那我来承认，我世界各国也有承认。那你话这个就是蒋介石这个政权，以前有什么同性的这个这个民政府啦、啊？那你话这个是对对啦，就是延安，延安这个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这个政府的叫什么？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哦，所以这个毛泽东是张扬五子诶，这是苏俄五子的一个一个民政府呢。你当讲哦，整个中国伊拢是啥物？外国我不能咧帮你做这中国这个政府啊。你也讲啊，反正就是安尼啊。哦，所以咱来当有一家话就是诶，整个国整个中国它是分四个政府哈、哦。来，我为什么讲中国用新独立主义啊？对，就是因为在第二次讲。这个汪精卫，这个中华民国啊，战败，他们日本人作为投降，哎，战败像这个蒋介石啊，你没敢能窃取这个中华民国这个这个位置啊，你慢慢来，战败你再说嘛，和这个中华民国外来外来讲，你讲你当然你继承这个中华民国，所以这个蒋介石继承中华民国的主张嘛，你所谓他得免，你的颁布一宪法。1946年12月25号，他就颁布他的宪法。1947年12月25号隔年，这个宪法实施，哦，这个宪法正式实施。所以当中，中华民国，哎，这个蒋介石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的时间哈，是应该是他为1947年，他才叫中华民国的国民啊。1947年，因为在宪法实施的时候，那个国家还有国民，啊，你来以前的时候，怎样啊？就国家两个。这国籍哈，拢是安那，看起来好像是，其实你不是，你要宪法实施之后，你才是真正国民。来，咱给他放下。来，我好讲个，这个蒋介石以上面身份，前一段命令陛下的小姐，确确蒋介石大元帅。蒋介石，你是你刚是中国人，蒋介石什么中国人？啊，蒋介石你的太太是什么人？宋美龄嘛，好、哦，宋美龄，啊，我告诉你，你哪会强调我中华民国的国籍？你顶在上面，宪法实施要要强调你有国籍，因为是1947年将中华民国宪法实施，你才强调中华民国国籍哦。你1947年以前的伊的身份上面，你的国籍一个问号，那来讲你的国籍一个问号，那么多人告诉你，你哪会做？你哪会效忠一个国家？你想改变你系伊个国家的身份，伊个国民的身份，你就是安那，你要做伊个兵啊，当他的佣兵，你当然直接取得他国家的什么国籍。我从今卖你讲，哎，我有人写我就讲，我哪里做你过来？如果我要经过这个啊，当好一提绿卡，哦，还是经过不要当我个提伊个国民，我想我买这个去配当，哎。我不想听的红包，我要两当啊，三当我要贴的。我想听的红包就是什么？伊也做一边啦，伊也做你过来边的，想哎，我两年或三年，我就当贴的伊的公民。来，再来看蒋介石。1943年是因为蒋介石授勋。你来看蒋介石，伊是中国人，想当怎样？我过来伊也授勋，这个表示讲啦，我给你授勋的，表示讲你就是我的什么？你是我的佣兵啊，等你要做训练，蒋介石他的身份就变了嘞。这个上面你过了，因为你做了一边嘛。好、哦，所以蒋介石美国总统了。这两边在上面了，蒋介石呢？好、哦，就是蒋介石上面他是美国人。对，是美国的佣兵哦，以及美国的佣兵哦，来来来哦，哦，所以来啦，你这个一般命令兵，他要想靠这点，就蒋介石大元帅啦，来代表美国接受中国的投降。那蒋介石以前代表中国的，中国已经战败，不能拿战败国去啊去接收战败国，你还叫谁战胜国嘛？现在蒋介石投降，那底下是咪中国？蒋介石，你们来一下蒋介石大元帅，好，就是这样。
你的是变成你的佣兵啦、啊。所以蒋介石是当美国的佣兵，哦，美国的佣兵。来，我好有讲过啊。来，咱来看这个，我头讲的这个中华民国，你一旦面临利益号的时候，中华民国是战败国。来，咱来看这个战败国，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哎、欸，这战败国是怎样？对英美宣战了啊？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汪兆铭，这个是汪精卫，哦，这个汪精卫，所以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来讲，这个是跟着汪兆铭，一般民意要来讲，也就是中华民国战败国的合法的什么，就是中国中华民国政府，好、哦，所以整个合法中华民国政府是什么啦？是汪精卫他死掉，我说呢，你这刘汉国家要说汪精卫是为政权啊。其实不是，他是他才是真的，因为一般命令要这个国际上的法律文件底下，这个中华民国是属于战败国的，就是、这个汪兆铭，好的，就是、这个汪兆铭。就是在咱的观念中哦，中华民国是七十几年来已经踏上这个土地的时候，就开始在搞台湾变啦，所以就在搞台湾变啦，讲起什么战胜国啦，讲起是红军啦，啊，这些东西都不是啊，都不是。哦，这个重庆是啥物？好，你看，美哈、哦、美国、英国、重庆这种是叫盟军哈、哦，这是联盟军哦，以及联盟国，以及是联盟军了。来，那再来看，那再来看，这蒋介石代表的身份是什么？你记得以及来留下，上述所指示之司令官为唯一授权代表，接受国统是统一国代表。所有的日本军队指向敌人或其代表投降，所以蒋介石也是认识什么同盟国的代表，他是代表中华民国来接受台湾，以及同盟国的代表。啊，那这边那有讲到，那有讲到什么？中华民国讲伊，这个蒋介石讲伊什么？中华民国是同盟国的，好、哦，你讲你哪里大呢？你讲知道你同盟国？你这个就是咱人民台湾地方有下同盟国的定义哦。来，那的话，这盟联盟国的定义哈、哦，本条约所谓是联盟国，为与日本进行战争之国家，与日本战争之国家它是联盟国。来，那的话，依据第二十三条所列举先前为该国部分的领土国家。好，来，那的话二十三条列举区域有多大？联盟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南、法国、印度尼西亚、荷兰王国、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共和国、大不列颠、北爱尔兰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另外报销中国，不嘞，所以中国它是联盟国，它不是联盟国，一起战败国。蒋介石它不是联盟国，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不是联盟国，一起联盟军呀，一起的军啊。这个什么，是因为你那个受训的这个什么佣兵呐、啊，美国在台湾的佣兵，所以毛泽东你就讲出位，你讲出位什么位？你讲蒋介石是美帝走狗，就是伊这人的佣兵呐、啊，所以是美帝的走狗。那么你讲美帝的走狗，想你来想你家己嘞，你家是什么？苏帝的走狗，苏联还有俄罗斯的走狗，哦，苏联俄罗斯的走狗。
1954年的时候刚跟着国旗，哦，所以这个，嗯，当时不是国旗，好的，好，这个一样，这个一当时不是国旗，来，那个来报我上面过招你嘞，中国战区台湾只受奖便宜，台湾当时那中国战区，哎，台湾当时中国战区，那话我一百分好，台湾是太平洋战区哦。来看我几百分员工奖励。太平洋战区，中太平洋战区范围在赤道至北纬42度之间的夏威夷群岛、关岛、中途岛、硫磺岛、波尔摩沙、琉球群岛、日本列岛等。哦，那太平洋，哦，太平洋岛。哎，那个好，波尔摩沙什么？台湾嘛。说那台湾有什么？太平洋战区啊。哦，那台湾是太平洋战区哦。所以这个中国战区，那当台湾是中国战区的位啊。以前南京也受蒋介石侵占，何应钦接受这些日本的小零钱战狼啊，历程的这些强出应该的结束啊。哦，以美国派遣上面成立来台湾代理占领，代理接受这些啊，台湾也受蒋介石哈，安藤利吉签署文件啊。所以呢，台湾的上面太平洋战区的南个这个成立啊。能接受代理占领，哦，代理占领。来，这个三本呢？那你台湾当时叫光复，已经台湾没有光复，你可以再讲一下台湾光复，你看看一下上面。来，看一下上面，台湾占领，看对了，看一下台湾占领，你这种叫法律名词啊、哦。这些法律名词你要讲的科普，你就会想爱注意。1945年10月20号，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台湾本土开始交战国军事占领日，交战国军事占领日，所以是台湾防务权，就是所谓的台湾防务权。所以蒋介石应该说明，台湾只是拨款，他拨款一个地方，你们兵将给你，应该只是拨款的呀，啊，我是反正好解密。蒋介石曾言：“台湾不破，我国一破管地。”啊，来，咱对这开始看先，咱就知讲啥物。蒋介石虽然来降安台湾，代表盟军来降安台湾，不过呢，你这个国际法定法人，哦，我只了解啥物，占领不能专属权。这个占领不能专属权，这个概念对当时他还是有呢，就是1820年到1831年，这个拿破仑时代，一开始去征服欧洲的时候，发现到方面，哎，两方占领军去把地方占领了、啊，这波人变成一野西张，乌克兰当地的人民的文化也被消灭掉，当地的文化还有那个风俗习惯都会被消灭掉，啊，所以被消灭掉，什么整个种族哈，也原始的那啊，也文化也亡。这个地球上也啊，也历史的文化遗产。所以我也想，世界各国也刚刚安排比赛，要保持这个人类这个文化尊啊。所以民族还是你的，刚刚占领不能专属权，除了光地后来我后续台湾公，还是当地的民工啊，哎，你让我这个后台跟着你演，哦，要签署条约，看他们跟着你演。我一再告诉他们，占领不能依专属权。就蒋介石来台湾，降领时阵，本土台湾人本来是讲啥物话？讲日本话嘞。本土台湾以前都是讲日本话，国语嘛。那么咱即摆，日本话要怎讲？也要讲。这整个文化都被改掉了。哦，这个是讲咱啊，有变通的方式。哦，可能类似占领移转主权啊。哦，其实这个占领是不能移转主权的。那个台湾这个占领不能依专属这个条文，哎，那个这个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来对，第三部分第三节在战争时对移民的保护嘛，先来对等下来嘛。哦，我们这个 ICRC 来对这个国际红十字会来对那两批准这个沃尔热哈，这个战争防护定法来对等下嘛，几根。他要跟你说啊，他调配好，然后也让你敢去查啊。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你来流亡政府该合法，将你连麦登上面，该你原本的地方啊。
原本你花莲地球，你中华民国你过来什么派登去南京嘛？哦，还是新加坡境内政府那个消灭掉一下，你应该能合法。他说你来台湾国家，你就会当合法。哦，这有一个案例嘛？那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法国，法国也有德国他入侵的想法，我是怎么灭亡？因为这个戴高乐，伊遭伊中，遭英国流亡，英国的伦敦流亡。承认，还是
英国承认还是法国承认，他一定按美国承认，因为这是一般命令地靠中国地区是上面的疆域，美国占领的。我说你那个方案就我这个说在建民政府，他要合法一定按民政府要合法一定按就占领全国啊，承认了民政府合法一定按占一定按中华民国承认。所以另外他在蒋介石你看你虽然流亡比台湾的是相当啊，你可以这个政府是美国承认的合法政府，所以中华民国一看让你联合国上面有一个席位，对吧？这个蒋介石连这个政府代表，因为美国承认，还有1979年1月1号来讲，美国就不承认蒋介石这个代表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来由这个上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啊，所以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变成上面中国的合法政府。好在有一方面必要的是上面，第二个伊就是今麦个是美国民主进步正面。一般命令到现在还是有效的、哦、所以这都没最佳通报的讲，另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让你联合国有一个席位吧、哦？这是很重要的，客观来讲我们怎样？好，客观来讲我们怎样？这个人民要把中国的，一般命令要中国的，好、哦，那是美国军事占领，所以中国、台湾、台北两边都是美国军事占领。不过这个法国，我会帮着这个越南啊独立，因为越南是主要的母国啦，法国是也母国，我法国是也母国，所以哦，直接让它独立嘛。来，川普自身关税的，警告中国谈判失败就在加税，说这个关税的是在上面独立关税区，哦，独立关税关税的，啊，那什么呢？这么中共是美国。看都是无咧占领啊，一时无啊，要占啊最大，金门马祖，因为台湾是美国本土政府占领，啊，即卖金门马祖是安那归中华民国这个安那代理政权去管，代理美国，所以安那金门马祖是美国占领国安那一属一属的两个小地方安那，一次一次有占领就好，就是金门马祖，好、哦，所以川普要在上面自身关税的那个。独立关税区嘛，警告中国谈判失败就在加税，这个加税的是独立关税区域的关税。所以，那来你中国在想一下哈，那来你看在想，你爱整个历史，一般命令要你来个打海城，你敢怎样？哎，大家这个美国的总统拢是含中国嘛，互相经济嘛，大家互势来互势去嘛，较无咧做这个问题，啊个。你这些的问题，你要想和中国慢慢强大的时候，美国发觉到公案，我的世界的市场的利益就中国配起来，所以川普啊，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直接造法律来，就是造法律来。所以你看那个川普那对中国的包围，是那中国拢强强无个，中国拢强强，那就是啥？因嘛是台湾，它是主要占领权。啊、你若要破除这样，你若讲哎，我中国以后要向美国，我要向美国的话，开战，就是向美国打一战了。啊，你中国伊若硬来是怎，那就可以自己做主了。哦，这就是安尼吼，法律上就是安尼吼。倒过来讲也是啊，你若要遵从法律，就是看拳头啦，谁最硬。来，在占领时期嘛，从签订和平条约后到占领区的军事政府将。领土主权与国家主权将赋予当地的合法平民政府自治，这两件都要正式文件。占领区的军事政府不会和平条约生效而消失，必须持续到国会明定相关的法规，这块领土提供给一般平民政府。啊，这个是也的主要案例啊。我的新条规啊，因为今天你可能我可准。本来要有两个小时啦，因为这两个礼拜比较特殊，所以本来是一个半小时，所以我明天也讲了，讲不了啊。啊，那个情况也还好。来来，看一下，中华民国开国宣言，波士顿公报祥如苏台北合约，这是细节条文啊，也让讲
讲啦，台湾就是变作伊个伊个领土啦。其实吼，你若讲台湾是变作伊领土，其实吼，原来是一个条约，一个条文就够了。就是台湾，哦，整个割让给中国安尼，那个就好啦。你个公开在开罗宣言公证，讲到相关跟台北合约，这当然引申，哦，这划开就是一个国外，哦，其实没道理，跟他绝交了就算。像中华民国伊内面讲这个开罗宣言，因为伊这个开罗宣言的内底，伊这个开罗宣言内底上有讲到啥物？讲到啥物？以后台湾可能啊。那总是偷的啊！日本啊，你中国偷的台湾人啊，归还给中国，哦，归还给中国人。啊，那边的公上面，这个波斯坦公告，那边的公上面，这个开罗宣言必将实施，这个开罗宣言必将实施。来，那是办起来靠这个开罗公告，哎，开罗宣言、波斯坦公告，因两个哦，以法律上哦效用。法律上有没有效？这个开罗宣言、波士顿公告，它法律上有没有效？其实吼，再来讲，这个开罗宣言、波士顿公告，以法律上当时的法律是有效。哎，不过，你们爱注意的是，开罗宣言、波士顿公告以及条约，以及他们以暂时的意向书，这真的是咱们意向书，就是说，哎，我今仔日来你碰到的是当吼，你欢迎来碰到我下什么，纯粹是难道理。还有纯正信仰的意志的，类似什么开罗宣言啊，或者公告，就是讲，你若要教我意志为啥？以后若看伊破坏了的时阵，我要落去安那甲你处置。但是看伊要甲你处置的时阵，一定爱呐，依照这个公平、公正、公义啦，就是讲，这物件一定爱合理合法，该当处置。你若不合理、不合法的时阵，伊嘛是甲你废除。哦，所以这个开罗宣言啊，或者公告。哦，这是属于暂时的意向书哈。来，咱来看，那么这波士顿公告，你主要内容，发誓力量并强调最后胜利必属于同盟国。来，咱先来看这个来公告，波士顿公告和开罗宣言，这个暂时意向书，什么时阵开始失去效用？就是后续的条约嘛，是吧？后续条约出来就列个波士顿公告和开罗宣言的这些精神。也相比这个后续的条约而对，那一些后续条约就是那个和平条约，所以这个开罗宣言和波士顿公告也来对于这个精神哈、哦，一样也相比这个就是那个和平条约而对。来，看来讲，宣告无条件投降，这个被我实施了哈。来，咱再来看第三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无了，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是否及无论所决定之其他岛内，哦，这个会嘛有实现，哦，所以你不敢来遵纪世界的人。来，那个话题是日本投降后对日的方针，这嘛有实现嘛？哦，这里就这样一条约，永嘉弄啊那弄下通，用最坏的方式否日本来那么快速的经济啊发展，让全世界接轨，哦，所以这。以这个中间民调会来对哈，以希望实现。来，咱再来看这个开罗宣言。罗斯福和丘吉尔为了美国两国加入战局，所以以这个开罗他们召开这个会议。啊，这个会议审开罗宣言，他并没有签字。开罗宣言伊无签字啊，所以无签字表示讲伊这是啥物？它不是条约啊，没有签字，它不是条约。哦，加罗贝他一个发表方式嘛，多少？他是属于那种新闻公告，就是人咧早餐的，七点外咧听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伊他讲这个开罗宣言出来，啊，再来罗贝条文就是啊，伊咧念出来像其他人家抄改，再用笔写出来这个文书哈、哦。等这个罗斯福和这个丘吉尔为了要叫中共哈。有一个势力去签，去啊，去搭扯日本，哦，去搭扯日本啦、啊，哦，啊，伊咧震惊，对这东南亚咧震惊，较黄的，所以伊啊，伊第二届的蒋介石啦，等伊第二届蒋介石来时阵，哎，蒋介石伊就甲讲什么？你免去我参战会知啊，不过这个台湾还袂有爱华啊，啊，刚好丘吉尔啊，
罗斯人想讲啦，人家台湾人朋友，人家是日本的领土，所以叫我给你，这袂当，这违反国际法，这变做强盗啊！这哪合法的强盗？这讲啦，有一天啦，我若伫迄个报章杂志上啦登广告，我讲啦，你照片我爱，那合法的强盗，这个就变做合法了。啊，其实袂使安尼嘛，啊，可以为着要变这蒋介石伊参战，伊来变用个什么偷窃，所以吼。偷窃对吗？你若讲日本是对中国敢偷的，台湾是啥物？这就变作你个。我有偷窃，啊，蒋介石听到，我天天在日本就是搞我偷窃。所以啊，蒋介石中华裔人依照这个开国宣言啊，加入对日作战，我加入对日作战。来，那个放下。我们开国宣言是一个条约，啊，那美国档案局公上面。开罗宣言归国际条约，开罗宣言归国际条约，你这些宣言你买当这个条约呢？你这有一个案例哈，来中英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就是这个英国，他们中国对这个香港的这个香港的问题，哦，有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这个还有一个宣言拢写下，啊，等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发布的时候，中国最近你都不承认了。既然开罗宣言是一个宣言，中英联合声明它也是一个宣言啊，我也不承认。但我只要是中英联合声明的上，英国公上面，公这是一个法律条文。咱来看一下啦。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日进行提出说明，反驳陆康所言，中英联合声明与30年前签署时同样有效，是具有法律约束的条约，也有在联合国登记。我所以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有干哪？有在联合国登记哦，有叫全世界联合国会员国190几个国家的这个秘书处的代表啊，去谈这个联合声明。所以有在联合国那个登记，不要讲这名要人签名啊。所以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会继续生效，而是和英国作为共同签署国，有责任密切监督其情况。所以你这个联合国有登记掉的想，这个整个宣言变成了哪？它变成一个条约，而已变成这个条约。哎，你开罗宣言它是没有人签名，没有签名，按说好，那我在讲啊，那你看在在三巨头，你还在讲这个话，啊，你讲伊无效，你讲伊无效，啊，它真正无效。其实当时有效，当时是什么？美国总统他们这个休息的民用业总统外交权利和航空条件，他们你拿空条件的时候，就像美国总统一样，你把这个开罗宣言哈，你拿空啊，上英国国会签署为序章，我国会通过了，可能这个开罗宣言的变成上面变成条约啊，有国会通过，啊，现在这个开罗宣言一个当然你没有国会通过，我没有国会通过。一幸好没有国会通过这个中美三国联合公报啊，这嘛是啊呐，美国国会没有通过嘞，这嘛是总统啊呐用了外交权，所以在讲啥物，有一天啊，美国若无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代表合法政权的时候啊，这麦当啊随时啊呐换人换另外一个政府去来接中国政府呢，这个是。一般兵第一号，哦，这嘛是美国伊一个啥物处理的问题，因为刚刚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伫中国，我有人啊，我中国变成世界好伙伴的时阵，随时任何政府都可以换人做。哦，像中华民国这蒋介石好无，他在是台湾的时阵，你干嘛讲你中华这个蒋介石我有人红大陆啊？所以啊，用这个台湾关系法搞这个中华民国啊。啊，解除关系，解除政府，解除政府关系，啊，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既然你听你那个国的国会通过的时候，它也不算是一个合法的条约嘛，就是它中共的有这个外交权。来，那个来讲一下啊，主要内容：中英美三国坚持对日作战，三大盟国实施经济的目的在于制止惩罚日本的侵略。三国不为自己独立，也无扩展领土之意。来，那个看这个
已经最近还没条约法生效啊。那么现在我要好，三国不会自己独立有扩展领土之意，所以你这领土割让是当的，你都感觉很不公平啊，他没有说错过。所以开头劝你这一点啊，不会自己独立有扩展领土之意，真有实现啊，真有实现。日本归还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的区域所占领的一切岛屿，日本是中国所偷到的所有领土，比如满洲、台湾及澎湖群岛，应该归还给中华民国。哎，那的话，你不到明天我逃这个，逃这个台湾没有，就人家到来那好，中日交火战争了。哎，那的话，这国际法哈，国际战争法下面。连真正的战争啊，两国交战了，合法立法决定来宣战，哦，宣战你看那还是两国开战，合法的开战啊，来那个一炮宣战啊，先甲午战争来宣战诏书，跟起路人天皇陛下以说下一诏书啊，对清国的宣战的诏书啊，清国好不好？你看，来宣战诏书，这个那对方没有回应，这把指示无效。来那个哈，这个对方啊，光绪皇帝陛下也好回应啊，大清皇帝宣战上谕，所以整个移动是什么？五节的宣战，五节宣战来讲，所谓五强什么？和平条约，哦，和平条约就让这个台湾谈成，哦，所以你那讲啊，你这个开国宣言来在讲，中国讲啊，哎，你拿日本偷我中国的物件。这个当时台湾不是哦，当时合法的宣战，人一撇的啊。而且甲午战争，人是为着台湾的问题，一震惊呢，哦，是为着韩国问题震惊的哈。哎，再来第四，使朝鲜自由独立，来来好，哎，这个第二条 A 第一哈 A 日本承认朝鲜独立。哦，所以话，开国宣言更好啊，那其实看来都唔好呢。哦，以这个就是那个民调会来被弄啊，弄五十线哦。哦，其实它也是有效的东西，无效。啊，对吗？你可以讲，但我开始全国民国，你要开始无效的，因为这是当合法取得的，合法取得的领土，所以这是无效的。来，开国宣言对台湾失效的原因，承诺对象身份不存在啊，承诺代表中国的蒋介石身份变成战败流亡的蒋介石。代表中国毛泽东共产介入韩战干涉朝鲜，因为美国反共原则不可能将原本要给中国的蒋介石台湾送给变成送给中国的毛泽东。中国人常为建构台湾完整主权，号称于1912年约要开国之中华民国，其宪法规定之固有领土并无包括台湾。建构台湾完整主权之日本才是当然无法将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哦，真的是开国宣言失效的原因哈。好，来，那再来看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哈，这个雅尔达协定嘛是属于他们这个开国宣言类似的语言。好，开国宣言类似的语言，你看上面，斯大林同意在。击败德国90天之内加入对日本作战，苏联战胜日本后将得到东斯库月岛南部千岛群岛以及中国大连旅顺其铁路连线处的报酬。我以前马习啊，马习这次开头宣言啊，以前马习引诱这个苏俄去攻打日本啊。你看那当时雅尔达协定的协议也跟他做起了，苏联他们也不能写在那个。这个画是两个口袋，画天空大连旅顺的口袋呢。哦，你干嘛做起？日本他们说连这小镇啊挂全部的口袋，全部是咧创什么鬼啊？哦，人两个咧小镇叫咧挂房的口袋，你全部是来做衰法，那个是他们没有依照国际法的。你看大家的寻找有什么？你想要和日本吼，连这个君主立宪，把整个中国地区吼，连这个用君主立宪啊，才归到大日本哎大大清帝国的宪法来对，跟你有这个戊戌变法，那时期有没有你
你不能这个明治啊明治维新，这个一半归干掉一个失败，哦，所以整个中国一个是上面属于殖民地，哦，所以整个中国它是殖民地的时候，像你看嘛，我咧写这个像你看画上面画中国土地啦，我这个是因为中国是殖民地，殖民地看那个啊，哦，所以中国在画上面。你看，从对毛泽东开始，咱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这个中华民国啊，划属于咱们这从中国它整个统一掉，咱们开始一个合法的政府。以前的是咱们开始啊，它不是，它还不是殖民地，它不一定是殖民地。我后面它在这个上面，这块蒙古独立，蒙古人那时候厉害啊，你咱满清政府掉中华民国哦，它推翻掉咱们绥化独立啊。我们绥化独立啊，伊咧伊在咧招这个化武行啊，伊在后背后咧有关中国在两块啊，好在不管你中国还是满清，他不要你管，好在伊在化咧独立。很多西藏含新疆在的时啊，慢了一步啊，满清破即摆后背化独立时啊，后背有独立啊，有南京甲化工也一个国境嘛，伊个宪法可以。虽然路作侪，按个老时间而搞啊，好，一个好，一个讲视频讲啊，我那平安的到家，谢谢。